来，跟我一起去海滩走走逛逛吃吃。平常做海上运动吗？我们喜欢游泳啊，冲浪啊，想去挑战那个波翼伞，拉那个叫 wakeboard， 没玩过，所以来海滩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跟朋友一起吃海鲜啊，享受这个阳光、沙滩、比基尼，来吧，跟我一起去逛逛看看。这个环境很好，拍出来照片很不一样，很喜欢。有这个夏天，然后还有海边，然后比较生活一点的，然后色调比较暖，跟自己平常拍照，因为我也很久没拍夹子了，拍起来希望拍出来的效果跟以前不太一样。都老了几岁了，所以希望自己每一个时刻都有自己的一个样子，记录自己，看自己有没有进步，有没有成熟，这些都很重要。